前红林请留步，故何事？在何规避心情？心情不需要进问红祥。心情有何忌口？文字可以提及一红，在何不管见到心情受人蒙骗，所以得来提起。我们吉凶心性见问红祥，因为红祥对心性有恩，所以想见问答谢是吗？这是其实百姓元宏是一个心机深沉的小人，以众多合力又派兵协助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爱你吴桥红顶欠你一个人情，一路可以借由你在武林道上的地位与名望，与中原武林打上关系。伊目的只是要利用前辈之意，望前辈要小心谨慎哦。故何如何断言北新元皇别有居心？做一名皇帝登基，独三王爷，杀好友至亲，手段也毒辣，只因为一个人。可以带发信心协助毅力，其中的关卡，信心不可不亲疏。也为义之中，充满一切之意，一切皆所失，事后便可分晓。在下恐信心不可前往方向，多经自己的困扰。待中府同温婉分明，就算百姓元宏必有机心。你可是对我有恩，不能因他目的就加以附近。吴桥红顶多谢你的提醒。笑。我觉得吴桥红顶鬼的心情。上朝觉得最毛烦你，又来一根丧事。将小红心告辞。这个我公呢？借红，他借色，众杀手以及白虎，秒归阴手。迎接你的时机不？文豪见金钟，好！独自来到混战顶，又拜访三高怪人的佛剑分身，突闻异怪消息。地出地方，七卦红根出卵。永恒的力量，我怕，赶快，正是三条六臂的神药。天地地方，这千方界赶快神药，是救我爷菩萨吗？不讲分析，有种之后应对。红霞来到恶人吉日，暗藏政府的危机。是谁以夺电火红鸟？有比精彩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故事《龙翔信仰》第十八集。为着。